她是著名影星，被戴笠霸占数年，女儿竟然成了民国总统夫人。她是著名影星，被戴笠霸占数年，女儿竟然成了民国总统夫人。今天说的这位美女叫胡宝娟，提起这个名字我们会觉得陌生，可是一旦提到蝴蝶名字，大家就会说原来胡宝娟就是著名影星蝴蝶。胡宝娟出生在上海，由于她父母就她一个，所以她从小就被娇生惯养，生活安逸，再加上胡宝娟聪明伶俐，讨人喜欢，邻居非常喜欢她。父亲是政府工作人员，让胡宝娟上学。在那个重男轻女、民智未开的封建时代，女孩子能够上大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胡宝娟没有让父母失望，学习很刻苦。1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电影学院，可能是蝴蝶该吃演员这碗饭吧。她进了学校以后，天生喜欢表演这一行，而且学得很好。经过一番努力，胡宝娟一年后成功出演了第一部电影，开始了她的辉煌演艺生涯。在她事业正好的时候，胡宝娟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，叫蝴蝶。她希望她像蝴蝶一样美丽。当蝴蝶拍摄一部电影时，她遇到了一位制片人，很快坠入爱河。但蝴蝶发现他不是好人，拿着蝴蝶的钱吃喝嫖赌。蝴蝶看清真面目以后，狠心和他分手，一心投入到了喜爱的演艺事业。经过几年单身，蝴蝶找到了他命运的真命天子潘有生，两人在亲戚朋友的见证下进入了婚姻殿堂。蝴蝶的婚姻很幸福，常和别人说他不想当演员了，只想安心在家过日子，在帮老公生个孩子，过一个家庭主妇的普通生活。但命运总喜欢和蝴蝶开玩笑，因为戴笠看上了他，威胁蝴蝶必须和他好，否则就杀了胡的丈夫。为了老公，蝴蝶忍辱负重，当了戴笠的情妇，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。当时蝴蝶想死，可是一旦想到她丈夫，她就坚强活下来。幸运的是，戴笠在1946年意外死亡了。蝴蝶得知后欣喜非常，赶紧回到了她丈夫身边，安详地过着后半生。蝴蝶有一个女儿，她叫胡有松，从小就给了别人，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，还常被养母打骂。长大后通过努力，胡有松当了护士，在家庭阴影的影响下一直未婚。后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，他与孤身一人的民国前总统李宗仁结婚了，成了总统夫人，风光无限，陪李宗仁在全国各地旅游访问，过着幸福日子。蝴蝶如果知道肯定很开心。